来，谢谢。我咱过来就是意见交流时间哈。那我阵也出来听听各位议员的心声。啊，麻烦各位议员哈，等下要发言的时候先报一下名，报什么单位，好不好？那阵时间到，咱的议员朋友哈来见，好不好？谢谢。歹势哦，副书记哦，我是迄个公务员哦，花房子哦，一个就是我爱家咧作业啦。六号迄天，我是伫咧三海里外，反正三海里会当看嘛。三海里外一个，啊，到迄个海顺来就过来，讲我什么意愿？我是三海里啦，啊，伊就讲公务员叫我来支援，我配合伊。啊，阮明明就是伫咧三海里外，伊就讲讲阮是三海里啦，因为迄有迄个卫生电话咧。啊，一直调广播，啊，阮无法度叫起嘛。啊，你比如讲，阮咧作业的时间无，袂拄好，我咧起床的时间，啊，起床时间起来，我就看无迄个时间通去作业啦。啊，而且我是伫咧三海里外，三海里内，啊，你想这个情况？当然，就是我的需要。我是员工，是不是也当安尼？我那个，对方反应就袂安尼就对了。因为我若不只在三海里来作业，对我们环境也当不能很快乐。我在三海里外不叫地方，也是讲讲他的。好，谢谢。这本我已经都无来啊。啊，就我这部分啊，这部分我来回应一下啊。海巡署去取缔的时阵，伊会用定位啦哈。啊，定位时我呢，伊会上网来做来判断啊，来判断看路有亏无啊。所以这些个案哈，这些个案我等下看卖，一定海巡署伊也有来。基地吼，你会上好玩。啊，我呢个会，我呢一定书会个叫你表示意见。安听哦，你会陈述意见的，意见的个好玩。啊，我为了综合判断，看有实际上看有预比三海里重要无？吼，是。啊，无唔对啊，你啊讲，好，我伫三海里来个重要，伊装起嘛，啊，我违法，我另外这是另外个。啊，你啊讲，今仔日恁个判断，我是坐伫个三海里来个，而且我是同坐伫三海里来个。哎，来叫希望安尼，对无？安尼，我哩做几下时间，无准备做啥物样的，是安尼。好，这部分啊，违规的所在，分两部分嘛。你啊，伫三日内底去作业，可以算违规。啊，违规还清楚业起立起证啊。啊，如果你啊无伫三日吼，还是讲你伫三日内底去作业吼。我这部分再跟海巡署来协调啦。你在违规的时候要不要起网？要不要起网的问题？这部分啊，我再跟海巡署来协调他啊。你起地当时要不要去起网？那可以来请你出气，对不对？可以发出去好不好？对啊，你啊讲，我真正违规啦，因为这种起网不要紧。阮希望阮了的时间啊，阮啊是讲阮有啥物，阮会去所在了了。啊，就是讲阮伫咧三海里以外，啊，伊已经叫阮希望起来啊。啊，你讲你袂判定，你讲反正讲阮是三海里以外，啊，像这个经验。这部分要不要起网的部分，我们再跟海巡署来协调了啊，好不？感谢刚才的意见啊，这些意见，违规本来就依法要做处理，啊，第二部分讲，这违规的时候，海巡署在起地的当时，只要起证就好了啊，不要去起网，这样，那部分我们再跟海巡署来沟通，好不？好，谢谢。那其他呢？不是的。叶石长官，谢谢长官，就是说，各位养殖的前辈哈，我是贝类繁殖协会，曾明春，今天这个座谈会
其实刚才讲到移民的福利，其实现在的政府福利政策实在是无微不至的，包括移民是真的面面俱到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月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整个大环境、整个水质、整个空气，那我们要先设定我们未来的产业的发展。所以今天的座谈会，跟各位长官有一个互动啊，来谈谈说目前的这些养殖的业，有的是面临到整个大环境水质的改变，已经面临到要面临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像文革，有些物以主向的一些产业是跟不上的产值。我们现在一直在想办法，还跟水事务所也好，这也好，一直在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是我们要做的。但是整个大环境水质的改变了以后，我们要想到说有一天我们挽救不回来的产业，我们怎样来设定我们未来的目标，我们怎样未来设定我们适合现在的环境水质跟整个大环境来做我们产业的一些研发，哦，我们其实渔业的发展就是要不断的去开发，不断的去适应整个大环境，因为做事情的研究，才能以后确保渔业这个区块面临到产品的一个淘汰的阶段。能够想出研发就有价值，跟时代、跟现在的大环境能够生存的产品，我们以后怎样也发展的勇气？哦，整个现在台湾的彰化嘉南这块地，我们是第一水平面啊，第一水平面。之前我们的水质面临的这个水质的问题，你说地水平面我们的废水排放多少，那你进来的所有第一线第二线养殖的，当你水质不够达到标准的时候，你饲养所有的水产品，那在检验的部分，在于外销的部分，那怎么办，对吗？所以处理整个大环境的时候，水质养殖是水质第一生命，所以要考虑说每个养殖区每个地方它的水质能够进排水绝对要分开的时候，我们所有面临到以后养殖出来的水产品才能经过国际检验，才能销售到国外，不然的话环境水质没改善，你说你怎样去做论证，怎样做出来水，这是很难的，很难接受的哦。所以我今天的那个业化这里还是设定说以后产业多元化，积极开发新的高效率产品，能够走向以后高效率高产值这个社畜养殖啊，这应该是我们以后设定的目标。也要向各位报告哈，全世界现在所有的物种，所有的螺种，在台湾是最适合繁殖的。我常说，全世界的纬度，它有纬度、温度，跟这水质、跟设备、跟技术的结合，所以绝对要往我们的优势争取国际的一些市场。我曾经这个考察在越南那个，这个。广元省，我也应该是去今年去过，所以每个东南亚国家，他们走向陆上养殖，就是需要贝种，啊，贝种他们的技术跟地理环境跟气候就很不适合，只有我们台湾能够在农业的三月到九月全年都可以孵化，业主们应该很清楚，那个越南的话，到农业的三月半四月一下下来整年他们就不能繁殖了。马来西亚他们的气候也是一样，
因为要繁殖的要地理纬度跟温度跟那个都要结合，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气候，没有纬度的话，没有在做生物的时候，绝对是很困难的。我听到啊，上个礼拜他们的水产学那个校长带领他们访问团到台湾，他们说看到台湾现在的繁殖贝类，他们很惊讶，在日本是要台湾的三倍的设备的成那个经费啊，还有他们的一些生产的阶段是一两个月而已，没有像台湾要那个一把工，你规定把那违规的拎着天天选上，那很惊讶。所以以后国际要走国际，我们了解新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来衡量东南亚与国际。所以我们以后的目标设定，让无法躲判言了，让你往这个目标，往我们最优势的，应该说顺地是养，顺地是利用，这才能我们才能下一代能永续的发展。好，谢谢。哎，我们谢谢曾理事长的，所以哎，你跟我讲好了哈，要整个未来养殖要怎么走，因为这整体大环境在改变。那这一部分我们请我们养殖所陈组长来接受一个整体性的回应，我们说明一下。各位大家好，因为现在头一个周理事长在讲的吼，讲环境在变吼，啊，咱在变无吼，喏，头一个伫迄个业主林底下咧报告就是安尼吼，环境一直在变，啊，福州啊安尼以前为我学习时阵80万粒，安尼放到180万做200万粒吼，即个部分就变成讲环境在变，咱的头壳有咧对咧变吼，头一个李处长底下咧讲的吼，讲非常啊加在行的吼。要投入前瞻的研究吼，讲为着吼阿伯吼，要安怎投入前瞻研究吼，尽量观察水气数一定有咧做了解吼。啊，即摆即个部分吼，要安怎做？我头前咧讲，利用咱的环境吼，像咱的环境的部分，一般进行咱咧讲的，北回归线以北吼是适合所谓的亚热带部分吼，啊，以南的部分，它做所谓的热带性的以后，还是讲亚热带的部分。但是即摆咱咧放吼，拢无同吼，即摆都看到人咧放啥，伊就做咧放咧。吼，其实要饲安怎，要饲有永续的部分，刚才这阵时总理事长咧讲吼，咱有一寡独特的优势，但是咱来来讲报告吼，咱有一寡劣势，像咱的环境吼，咱的环境的部分地小人稠了吼，啊，咱的人工吼，伊来辛苦的部分比人较贵吼。这个部分，咱要安怎来做吼？头一个阵时总理事长咧讲的，就是讲。伊有数据评价，诶，合同诶，即马可能过去咧都规划，就是一个产业发展的策略吼。头前咧讲诶吼，我们要争取大笔的预算，因为即马要为确定吼，就是上主要就是要把最近进排水、供水部分拢爱去做一寡投入吼。过去咧一当家炒一两年吼，即马是希望讲争取一个大笔的资金，伫咱这边主要生产区的部分吼，咱在做新安铺了后，投入所谓的公共建设，你了后你才有法度去做对啦吼。啊，头一个总理事长咧讲，共款无对吼。即摆政府要做的部分，可能头一个五年十八个部分，要设施化养殖的部分，啊都变成讲，迄、那个所谓的外形相仿的部分，这拢会去做处理啦吼。啊，了后头一个咧讲的就是一年多，啊要补助台湾可能是所谓的种苗种贝部分，要进两天来去做处理。哦，即两天来去做处理的部分，啊，其他的部分就是因为最近要落规划吼，我是建议讲，有一款物件可能会使做治疗，来咧来底去做了解啦吼，啊，我是暂时回应到遮的，看、啊，即边不接受遮的是对有啥物补充无咧？针对迄个李处长讲即个吼，我简单的迄个看法啦吼。第一个就是迄个进排水分离，伫咱对咱永续区来讲，刚刚昨天嘛讲过啦吼。
所以要用重公干的吼，所以这个应该是爱积极的去做。啊，但是除了进排水分离之外，水质好歹的检验，啊，甲伫这个养殖区的时阵，大家迄个管理的观念一定要健康啦。哦，袂使讲我用好水，啊，别人就好歹水，啊，就问题吼，这个进排水这个吼。第二个就是讲。讲到迄个多元化哦，产品之类哦，那这个我相信业者啊、水产署啊、甲业署之类的帮忙之下，咱应该朝不同的品种、不同的这款里面发展这个品种哦，啊，更发优势的技术，建立 SOP 的消费一个方法哦，这个嘛是应该我们来做的哦。那第三个迄个推广设施化养殖，这个我相信这是以后应该行的方向啦哦，因为气候变迁。啊，一定会高价的物件吼。那另外一个，我得努力想办法吼，配合政策去做迄个饲料饲养的研究。哦，我相信这嘛真重要。啊，咱讲的，你这个物件无一定适合这个所在饲啊，你讲要饲，你嘛真正是事倍功半的。哦，就我以上简单做点补充。谢谢，我们感谢业主陈处长，还有我们水市场业主任的说明。其实你讲的没错。你看我就，所以我问这野猪啊，这陈处长在提一个养殖发展策略，啊，后续要从这策略来争取机会来做成它。好，谢谢，来过来，哎，谢谢。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下里三小班第三班的班长，我是做林新义哦。那我啊，咱坐你家吼，你家了，我做一寡建议哦，咱来聊聊去讲哦，较早。是做管状的吼，抓拢是餐厅，头前抓吼，头前抓拢是后底顺担，啊是啊，咱来恁先讲下，这年啊无发展，就是因为水路无透，啊无得分有当入来，所以讲观光客已经流失吼。啊，个第二点，我想讲，迄个白寮刚个鱼港吼，再顺安尼，政府啊，迄个像迄种屯海吼，屯到遮大地吼，吼迄个，吼别人做工业区，啊咱个鱼港要清一个水沟吼。你像咱大船入来就无法度，这是足奇怪的事吼。啊，这因为白了鱼缸遐入来，下工个废水或者是个空气吼，嘛是有可能影响到咱虾类啦，还是粉鱼啦，还是一寡鱼类的迄落养殖环境吼。其实，若这虾啊吼，若对我来讲，我是感受上深的啦吼。迄种我较早伫后再从伫咱分管所处，咱分三幺班所处的虾啊吼，一担可能超过200公以上啦。即摆一冬吼，我若以卖料来讲，以大细来讲吼，还是较好，较算还好啦吼。啊，若以卖料以卖料以大细来讲吼，我以早起哩可能一冬上届无拢100公虾仔哩家己处理吼。即摆一冬可能无超过3公吼，一年一年少啦吼。啊，迄种物仔是我昨昏过去伫遐大细迄边，阮就有一寡好朋友在讲吼，啊，就特别。连要清一个污泥，清一个水沟吼，连捡一个水吼，都叫无人通来清啦吼。这是咱哦，做顺哦，咱哎，搁咧提来提去，工业区提哦，做顺哦，提用熟区提工业区吼，安尼打踢皮球啦吼。啊，这是这环境爱改善的吼。哎，像哦，做顺哦，迄种啊，有可能吼，可能工业平地，啊，我嘛不是讲咧买了平台什么，我想希望讲吼，会当找到这时候，找到一寡些污染源啊，啊，找一寡病原菌啦，吼，啊，让咱的农渔民吼，会当有一个较好的环境啊，啊，无，咱这放出来饲阮死啦，到尾啊吼，无半项啦，吼，因为你若饲袂起来吼，大家都走无路啊啦，莫讲要过饲什么下吼，啊，佫有一点就是讲希望讲，咱的政府会当吼放宽那个养殖的吼，这时候的用地的规划吼，莫讲咱养殖就是要养殖啦，啊，阮要起厝也袂起一啦。啊！养殖都未起来，养殖地，阮要甲屯起，恁甲屯起做菜嘛未屯进啦。哦，啊嘛未使讲一年吼，一个地层下陷啦。伊了底阵哦，伊迄个迄种中华森林啊，嘉南地区吼，拢怪讲阮放出来饲鱼的人哦，迄地层下陷拢阮下个啦。哦，啊，其实伊咧做田，阮嘛是拢，你话啊无嘉南大圳水啊，嘛是拢去抽地下水啊，啊，阮嘛。啊，阮抽地下水的时阵，也是阮来考察嘞，哦，因为对海水上面讲，不是是，不过阮大部分嘛是拢用海水啦，啊，地下水我们也是用的很少，啊，以后再说，连阮这个地区，
咁嘛，这阵用地哦，这阵地迄个养殖用地哦，甲你缩缩大条嘞。本来要做观光也袂使，啊，要起物件也袂使，哦，这是法律把绑死我们的农民，啊、哦。啊个，我想着讲哦，迄种迄种迄太阳能发电哦，当然可能会当物件来会当以电共生吼，因为这种物件吼，若要做吼，要做嘛是爱含地方的人吼，爱好啊协调，好啊计划，讲看袂使别别来做。啊为了这时候有的，迄种这时候这是本地边界为，迄种不一寡偏一寡。一两百家的产地，伊嘛甲写做养殖用地，变成讲人要做太阳能，煞变变做，哦，啊，这时候已经开，已经或者是已经开过来开四五十栋啊，结果许个田地，那么地目吼，政府就没有把它好好的规划好，啊，伊个规划人根本就无来咧看，哦，所以讲嘛，有一个问题，真严重，爱处理吼，啊，尤其是咱的虾啊，这时候即摆无好饲。啊，那无，即个是因为环境的问题，还是什么变成这个问题无好饲，即个导致吼，导致迄种什么进口的遐足济，啊，因为咱就是，互人有机会咱进入来嘛，因为咱饲哦，这是嘛，饲了无成功，互人人要进来，啊不，以前的连江哦，这是连江咱哦，这是咱的农渔民也是，遐饲起了变成卖无计少，啊，因为进口的几大人更加济啦，啊，还是因为阮在处理这个物件，结果阮。不过，这是阮共同指导吼，咧卖行，而且就是叫进口已经去共死啊吼。啊，所以讲吼，伊伫咧进口这个问题哦，进口这个问题诶水产品这个问题，请咱的政府话爱好的规划一下，不可以那么你看人家干脆进口里面来的哦。哎，其实进口物件个有一些检验吼，还比我们的本地的农产品还松懈啊。这个政府要检讨一下，感谢各位。好，谢谢。你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企业啊问题嘛，啊，第二是污染跟工业区污染的问题，还有一个太阳一电共生的部分啊，还有养殖区土地的规划啊。那这样子啦，我还有那个进口检验啊跟部分啊。那这样子那个污染啊，跟养殖区。用地的规划跟那个机电工程，因为都在县政府这边，我们赖科长可以帮忙回应，那不够的话，我们再。那个李班长哈、哦，他提的是蛮多的问题的，那我能够我做一些尽量能够做一些回应的哈。刚刚谈到所谓的波子寮渔港的那个淤沙嘛哈，所以整个波子寮渔港的话，这二十年来的话，是比较的较低迷啦哈。那要甲安定报告，还甲大家咱哈，来参加这个哈座谈会，安定朋友大家报告。其实咱波子寮港哦，五单渔景啦哈，咱外靠一个沙洲。也跨过吼，超过两公里啦。啊，但是为今年以来吼，今年正月到，应该是讲顶个拜五呀。我顶个拜五看嘛，都来鱼尾街吼。我每一届来埔仔寮来鱼尾街，我拢会去甲看一遍这个港口哦，伊个变化的经营啦。啊，其实外口迄个两公里的沙洲已经是无啊啦，已经是不是去啊。那目前这个预计的经营是这个。港口这个两个黄埔堤、哦北埔堤，另外这个所在，各小部分的淤积啦吼，啊这部分内面吼，啊请有苏家先生吼，好稍微等吼来加强来哈补助咱来清疏啦。那个另外报告就是讲吼，咱即马电环扭起来了后，伊也真重视咱这个埔仔寮渔港，咱埔仔寮渔港是一个都计划的点区啦，哦等于。都市计划区了，啊，因为你讲了多少公里的方案吼，啊，有较稀微吼，目前啊，要朝向你安怎来活化起来，哦，啊，活化起来部分，哦，离阮环境的部分就分几下工作在做啦吼，包括讲咱这个都市计划已经，哦，第一届规划已经要二十年啊，啊，目前咱的阮的城乡发展处吼，已经在做第二次的通盘检讨，
吼通盘的检讨啦吼，啊，这个通盘检讨的迄个成果，吼，啊，伫早月七七以前，啊，伫咱这个四号公所，伫咱九号公所，吼，公开阅览结束啦，吼，就是顶礼拜吼七七啦吼，拜五拜六吼就结束啦，啊，即卖接受各方的吼提供的意见去再做检讨。啊，预定于明年底会将这个通盘检讨吼，啊，送到中央吼、啊、去做研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讲吼，即主体大部拢属于个住宅用地啦，就是讲咱个基础个用地啦。啊，咱未来通盘检讨了，要将一部分来做咱个叫做产业专区，哦、啊，就是讲啊，咱各种产业吼、啊，较属于较无污染个吼、啊，观光也好吼。啊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要做咱的渔业专用区，哦，那渔用专业区就是要配合馆长去当时的政见，哦，叫做要设置一个水产精品价值园区，哦，啊，其实这部分嘛，含咱哦农业会吼，最近啊，有在讲要设预定啦吼，在设讲这个水产能力啦吼，这部分应该哦能够扩上一点关系啦，啊，未来啊希望中央在这一部分能够给我们多多支持啦。那我们未来的话，在明年底这个通盘检讨以前，我们县政府会做一个所谓的先期啊，一个规划，一个辅导，就是讲这块地，我阿弟来检讨起，唔知咧吼会当偌济面积，啊，温设这个水产精品价值园区的设置啊，吼，啊，就帮问嘛吼，诶，咱从咱国民官家有希望要来这个园区内底吼做加工的业者，我们做会一个做一个先期的一个辅导。这是针对咱保留讲到吼，啊，即个有分两部分啦吼。啊，另外讲到这个生产区吼，登记以来吼，啊有真侪个，迄当时咧设的时吼，啊无考虑较详细。哦，像咱一个一般农业区的农牧用地，啊目前嘛，迄当时啦吼，嘛毋是扩大的情况下来纳进去啦。我想迄当时吼，参与这个工作。咱咧不管天边朋友啊，管政府也好，应该是讲吼，唔盲讲吼，划建这个生产区有一个较长远的发展啦。哦，应该是讲啊，唔是讲迄当时大家吼无去考虑这啦。啊，即卖就是讲吼，咱有这个渔电共生嘛吼，啊，搁在这个所谓的农普利农的地层下限严重区啊，普利农的经营这个区的部分啦。啊，你五年也是吼，进前有讲为了去，啊，你还要搁再恢复。啊，即部分咱个吼，遐地方咱个移民朋友，嘛一直想讲吼，要家己吼再划出去啦。啊，划出去个过程中吼，啊，业主嘛要求讲吼，咱即个区域内底有要划出去，咱内底地主，吼，咱个移民朋友也好，咱个地主也好，爱有一半个人吼同意，吼要安尼做，吼，咱才有符合着种吼咱即个规定。你若讲无小部分个人要安尼做，啊，就甲划出去。啊，其他人讲，啊，迄当时阁学袂出啦，阁吼迄想做迄啊，阮也无想要画出去啊，哦，所以目前吼、哦、还是在进行这个过程啊。我们那个吼、哦，那个李小姐吼、哦，伊也咧进行这部分，虽然是讲吼、哦、有困难啊，啊，嘛甲鼓励讲吼，你上起码你嘛一定爱吼、哦、有一半个人有这个意愿，哦，啊，要甲大家报告吼、哦，咱即嘛业主也咧吼预告，咱这个生产区的设置，哦，及管理准则，哦，未来的话吼。哦要求的愈严啦，哦，咱目前的预告的条文是讲吼，爱、哦、全体的人要有这个意愿要买出去，哦，才会当达到这个标准啦，哦，啊，所以讲吼、哦，对于这部分，哦，咱移民朋友也是移民讲吼，有较严格，哦，咱即摆嘛会使吼，啊，向咱中央吼来反映这个意见，因为目前是一个预告期啦，吼、哦，咱预告是六十天啦，吼、哦，啊，这个预告是为顶个月的。我也是十八岁啦，哦，所以咱嘛来讲吼，这个职业界认为讲吼，安尼是无法度能达成，哦，咱会使吼，啊，向对方来表示这个意见。啊，拄仔讲的，搁有一个叫做渔电共生啦，吼、哦，渔电共生的话，目前咱福林县的是讲咱这个地层移动下限啊，福林农业耕作这部分吼，咱的土地都有一千公顷，哦，也未来做这个太阳能这个发电啦。哦，啊，咱目前咱部分，哦，咱的渔民朋友对这个渔电共生，啊，有存有一些哦少许的疑虑啦，吼、哦。所以目前政府嘛真希望讲，吼、哦，咱渔民朋友咱的土地的地主，
那讲有这个意愿，哦，咱会使甲提出，哦，啊，但是这个一定共生会甲咱做四成尔啦，吼，啊，而且咱这个骨力一定爱生产有七成的产量，哦，所以的规定有较严格，哦，这部分也咧甲大家提醒啦，吼。啊，至于讲这个白色工业区的部分，的这部分，就底你环境是要朝向这个绿能啊，绿能发展啊，吼。啊，即卖咱的地环境是，伊无反对讲吼，咱这个，这个绿能的发展啊，但是伊是要吼朝向讲咱这个产业，哦，产业专区的是讲咱以工业为主吼，工业。啊，但是工业发展以后，咱这个触电，哦，伊话呐，我呐讲，目前欢迎讲来做这个太阳能的发电啦，哦，这个目前吼，这个工业部是这个，我所较了解就这个经验，啊，以上。好，谢谢。那我们赖科长的说明。那现在，我可以回应一下，就宜港出境哈，那我了解，讲伊伊沙啦，我去年哦嘛，也是伊大部分。经费统统依然是存的，因为有配，环境有配合款嘛，吼、啊。那去年已经有输进一部分了，啊，今年部分有够继续吼，继续好多环境来做规划，可能就要朝明年的东西嘛，吼、啊。那来明年再来做输进。那现在有一部分就是说，那个虾进口哈，虾、啊、进口检验的标准，第二你要不要有？谢谢。本地话你好吼，企业数据评价做一个反应。第一项就是虾仔即摆开始吼，即摆企业数据加技术啊，迄个交易所吼，即摆有成立一个一寡啊是名迄个计划的部分吼，会继续来做希望。到时阵本地话是评价来到配合一下吼。第一项无咱来做一寡示范吼，希望虾的部分做起来。第一项的部分头一个反应讲，进口的检验无遐严一下吼，啊恁检验较硬。希望讲进口较加强的吼，这个部分我会留心思反映啦吼。但是头一个讲吼，像咱要讲到所谓的叫做食育文化的教育，你爱让咱家己的人看到国产、食鲜多的部分，食会起来，食好气味，食好调，你要伊都会做遮个代志。所以企业处即摆咧做头一个，我咧大家咧报告咧讲一个叫做所谓的养殖所谓的发展方案的策略的部分嘛吼，这个部分就基本才有在做研究。我是希望讲用食育教育含咱的所谓的产地的品牌的部分含标章的部分吼，和本身讲会使优先来选择咱的所谓的地产品吼，包括白虾虾，或者是品价的部分吼。啊，用所谓的进口替代吼，是咱去做处理吼。一边咱来做咱家己的中华的部分，会比头一个讲啦，建立咱长长久久哦，要期望讲来食咱国产品的部分做处理上。好，来，我就来接下来这。那你讲嘛，这是哈，用咱的虾啊吼，他们自己都是绝对有关系的。我前台湾省的虾子，我知道他们在哪边养的啦，啊，咱就看到咱的湖南关遐小小小盖好啦。因为伊人伊今日伊的伊人伊后再说伊企业面积可能也无靠海洋的济，即久掠两个掠袂了，还搁在掠啦。哎，靠海洋，咱湖南关规关还掠无伊人的一个乡镇的啦，哦，啊，过来就是后再说来变，以后再说伊的台东那边遐，遐上到尾不单去干起来一块尔，因一担掠半担掠袂了，结果咱这现在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是安奈？水质的问题是空气问题，还是工业问题？咱应该爱特地去探讨啦。啊，跟关于这伊油检这个问题啦，油检这个问题，咱了对上啦，咱的虾都比物科啦，哦，啊，咱了对上咱鱼啊做成雕科啦，结果搁两行做伙咧饲，那虾根本就头药啊，你饲头药嘛无效啦，搁是伊头药是去头鱼啊，搁虾啊食着，只要讲。咸着讲无啊，跟虾讲大爱罚钱啦，后摆已经罚两摆啊，哦，啊，再说呐，啊，搁常常后摆希望讲，因遮拢歹事，搁无啊，继续去，我希望讲，最后再说咱的渔业吼，含观光业吼，我应该是按走向渔业观光产业节，哦，啊，感谢大家，感谢，我跟你接时间。没事，你的意见我咧，我那我都回答，我先回答，不能回答，我们会后再做成记录上回答。啊，虾养殖那个叶主任，你可以，很久的啊，我懂，啊，
好的，那会后我们再我们一我们陈处长刚才有回应，我们后续看怎么去处理这一块啊。那你头先讲是掠鱼啊，伫海掠鱼啊，对吧？啊，对嘛，啊，所以你讲的是养殖的问题嘛，哈、啊。是养殖的问题，对，养殖这个应该我是认为是水质跟环境、空气有问题，跟那个病原菌。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病起开，伊个北部病起开，是啊，较早分那高分地区起个产地上爱济啊，是啊，这部分这边起出来。好，谢谢。哎，其他人，来，谢谢。副座、各位长官、各位伙伴、大家好、那我是那个产销班鳗鱼的产销班第十班、那我本身的话碰到鳗鱼的问题，因为鳗鱼哦几乎都外销日本，很少人像我们在打那个第一鳗波胭脂鳗的品牌，但是呢我在全年哦却看到那个中国大陆的鳗鱼，我不知道，因为我据我了解好像中国大陆的鳗鱼是不能进口的哦、但是我在全年可以看到，而且那个标价非常非常的便宜，几乎哦比那个整尾的价格比我们半尾的价格都还要便宜、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上面写的是福建中国大陆的、还有哦就是说我们的产业哦、几乎都要升级，就是说为了活化我们台湾的渔村，但是呢也是碰到那个像那个李大哥说的地目的问题，我们要建一个鳗鱼故事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地目根本没有办法平分、所以我们在那个场域只有偷偷的做，偷偷的建、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我是希望说、能够让我们正大光明的可以来做休闲观光、还有呢政府的话以前好像有那个渔业署好像有乐活渔村能够辅导我们走到休闲观光，但是呢现在好像都没有这个经费那我是希望说我们有心的要做乐活渔村的事情的话，希望政府给我们加强辅导，谢谢。好，谢谢。鳗鱼可不可以进口？严大姐哦，你好。简单讲就是讲，你之前在讲啦，主要就是迄、个福建迄边遐有迄、个机会，遐有咧点子吼，点子讲有一个反正有一个超市的部分，伫遐咧卖进口。你今日我去查过啦吼，大概就是讲，伊就讲要讲个发发展的部分，咱个健康，基本上伊从卫生入来，吼，伊从我从入来吼，先的部分，伊即卖是平价入来部分，就我已经处理吼，已经把即个部分呢，发文和包括食药署吼，加强检验部分，第二项就是要求所谓的关护署，像即种用头部的、头颈部的部分，咱个入来的部分，就爱去照。因为你若真正是用冰藏的保存，伊个所谓的使用的使用的年限使用的那个所谓的有效期限的保存，7到10天两个公里，我一来一克阿克，因为第二该冰起啊，因为第二该冰的保存在食品上面是有问题，所以要求食药署去加强查禁所谓的这个部分，它如果是用冷冻进口是不行，但是它如果是用冷藏名誉进口。就要用冷藏的方式来做贩售。啊，你若讲迄七天、那十天吼，迄个市场根本无法度去卖吼。所以这个部分，阮这边才会来继续努力啦。第一项的部分就是头前你讲的，都所谓的休闲渔业跟地目的部分吼。因为即马六极化的产业啊，就是所谓的产业共生，或是所谓的叫做地方创生的部分吼。这点，伊也做阮用伊经过即马有咧做咧开始咧这边咧倒手。啊，靠我这边遮吼，也是。他的所在，那我咧做处理啦吼。有发现就像你咧咧讲，就是讲，我这个所在要去发展所谓养殖，要发展所谓的休闲渔业、休闲观光的部分，这阵物件美术系其他的部分吼。这边国发会部分已经有咧讲，爱各部会来共同检讨，检讨的部分，看是怎样来去做处理呢？更简单。那我这个渔村家来，渔村店这块来怎么处理？渔村的业这边叫。这样子啊，严大姐，如果要做休闲的部分啊，我们业主我们渔村健科长在这边啊，那我们会成立辅导团队啊，来辅导啊，因为辅导可能是从地目开始啊，所以要一切合法来做啊，不要偷偷的违法来做啊，就拜托一下这样子啊，要我们做什么事情要依法来做出，只是说。
后续的程序怎么走而已嘛，啊，好吧。那刚刚我们也回应你，你还有要建议的吗？因为我这边呢，啊，有拍一张全年的啊，它是很烧慢的那个照片啊，那那个应该不是冷藏的，应该是冷冻的。没关系，你把资料给我们记住啊。我们该怎么处理，后期怎么处理，我们再处理。谢谢，谢谢。用个案的东西啊，好。其他还有什么意见吗？给我们大家交换一下意见。来，好，不要。因为正侪移民拢一定有都有一家伫咧期待啦吼，因为目前咱诶产业链虽然生产部分哦，即一两块钱产出，但是咱诶迄个后端的销售都是有一些问题存在啦吼。哦，咱讲哦，啊像讲规迄几年中间，咱诶啊台湾雕货币啊。过来，哦，咱的土地，咱若有到这个，有时候遇到就是国外，哦，进口，还是讲哦中国东南亚，拢在咱一机会时阵，咱台湾家己会拢挖到出来，变成我们就是整个这个产业都受到冲击，哦，华伦问津，无人买，哦，啊，若无的话，来甲咱调价下，哦，再来就是。这是一个销路的问通路的问题。再来，我们就是说，每样子遇到很多的瓶颈，但是都没有办法去解决。啊，这些瓶颈都是遇到，当然就是要很多方面来结合，哦，文革也好，哦，还有，哦，像最近哦，我们养殖物的也好，那是情况瓶颈不待突破。啊，我们一直是专家一直说。我们的管理上，啊，管理上当然就是要移民大家配合，啊，文革就是说我们的啊养殖方式把它改，哦，还有我们的密度也要改，哦，这些养殖户我们大家配合，但是技术上的部分，死亡率的问题，到现在都是还是一直存在着说，哇，大环境。但是当然大环境是问题没有错，但是大环境问题要如何去面对，如何解决，这个也需要我们就是说我们政府的分析，我们的研究单位去突破去思考，我先把时间给了。再一组过变的就是整个渔港的建设，渔港的变现，回来港大家一起期盼的说黄波体的问题一直要做，那现在也是说无一个结论啦吼，啊，施进，哦，施进，你塑料啊，马上回忆，所以造成整个博主寮渔港的哦的没落，哦，这是不可讳言的啦吼，啊，这只是因为你无渔港，你无渔船入来，当然新鲜的渔产品，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进来，游客当然自然就是减少，哦，这只是一个这里一个。很大的冲击了哈，比八十几年前来讲是一个，我们看的会很落寞了，是很感伤了哈。这是整个啊，这个整个渔港就影响到整个渔村，还有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哦，这嘛是我们刚刚有很多的遗憾了哈。所以嘛是讲，既然要解决渔业的问题。有很多的面向，我们要是要好好的去把它整合了哈。再来就是说，我们一直是强调的是说初级加工，哦啊，初级加工加工地方的问题，啊，政府就强调合法化，哦，要改合法化，但是你在产地，因为你加工就是你的材料取得的地方是比较接近，因为我们是渔产品，所以要接近渔村，就是养殖区，你要比较接近养殖区，所以材料要处理比较容易。但是养殖区的土地大部分都并不都有问题，都没有办法适合我们加工厂的合法的来设立，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存在整个产业的面的一个大环境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也是在这里，我们建行这几年也属于这个啊，有这个非常乐意的来帮我们解决我们这些问题，一一要去克服这个啊法令的规定，还有变态的问题啊，渔港的整个整体的渔港的啊的航道的问题要来解决，我们也要一一的来克服啊。好，谢谢。我们谢谢一位蔡科长哈，整体性的建议。那建议你们整体性的回应一下，那一个产销问题，那个养殖的技术问题、加工问题。谢谢。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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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啊，一位那个科长，啊，蔡文峰科长，我是叶产下班第十二班班长郭国学，也是前任林先养殖协会的常务监事。我给他建议的，讲迄个学产加工，也告科长讲，初级加工跟那个李新立班长进口的东西啊。我们台湾卫生部啊，他这个规定啊非常糟糕。台湾制造跟台湾加工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台湾加工绝对是进口，可是呢，卫护规就是说，超过33%，你实质才行，变成台湾制造的原料都是进口的，为什么能当成台湾制造？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渔产品这个区块啊，你像虾子，哦，我们是从今天加抓起来，叫做制造日期，可是进口呢，而进来我们台湾开箱。这样才做有效日期，这样对吗？这样对我们这些养殖渔民非常非常的不公平。哦，你像乌鱼子这个区块，乌鱼有产销领地，那乌鱼子呢？我上回讲说，乌鱼子的妈妈有产销领地啊，乌鱼子一定要产销领地。哦，这个问题啊，哈、哦，我也曾经跟那个有一些教授跟他们建议啊，哦，我说你们以前在定这个碗，你们是怎么定的？乌鱼有产销领地，结果乌鱼子的妈乌鱼的儿子没有产销领地，这样太奇怪了。然后从同样都是从他肚子里面拿出来的东西啊，哦，第二呢，我们业主这个区块哈，能够帮我们加强一下。你像这个，我们在民国100年的时候，我就去把乌鱼子发明一个方法，叫做生鱼片方法。所以我们台湾本产的乌鱼子，我们去把它作为活鱼化学。我们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法？就是把进口跟台湾制造去把它取开了，哦，一起 O N 我们是金黄色的，哦，所以让消费者他们非常，哦，他们在选购的时候都有办法去把它认同一下。那我报告到这里，谢谢哈。那这有什么？哦，三峡的问题，我讲爱简单的吼。三峡的问题爱上讲个，啊，要安怎做愈好吼？这最近头前你讲，你约发展方面吼，就来做处理吼。基本上就简单讲，就是讲台湾做的物件比人较好，你安怎互人知影？啊，进口的部分，你要安怎做区隔？你到有法度做这吼？这第一项，第二项的部分就你讲南方的部分吼，连台各国。需要数字评价类做初级加工的保存，其希望讲在所谓的符合所谓食品卫生安全吼，最近差不多统计出来，以后非常不干的，这个保存就会啦，范围吼，范围保存就大进去，包括九公里的高温物理层保存，吼，啊，这个保存在后边一套处理。第三项咧讲的就是讲，即马拄着加所谓的咧加工品的保存是接近所谓的产区吼，以前讲的过过吼，即马有阮咧做所谓的长所谓叫做产业发展方案的保存吼，即马是希望讲咧做冷链行，都做所谓的区域型加工厂，就是希望讲咧三个面临家来做，吼，啊希望对所谓全程开始的保存去做这样处理吼，咧第三项吼，我是大概讲到这边再做。好，谢谢。那刚刚
那个要讲到渔港建设嘛，刚刚那个赖科长已经有说，因为我们云林的渔港都是属于二类港，都是主管机关是云林县政府，那渔业署也云林县整体评估要不要出境，要不要做黄波堤，要整体的评估了，包括那在评估的过程中，包括评估的费用，还有数据哈，或是造港的用哈，我们业主都会全力来支援那个县政府的。就以去年讲一下，我们已经投资3000000多，那今年也有投资不少钱，在给云林县政府做整体优先设计的工程的进度来做处理了。那部分我们没问题。那其他还有什么意见要提出来？差不多。那没有，我们就那今日的意见交一下交换。各位游朋友哈，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哈，随时跟我们议会在欢迎哈，他直接好严肃，好快就买晒啊啊。那感谢各位哈，今日来参加我们这座谈会，谢谢。好，谢谢我们的行政团队的长官们。那今天的座谈会呢，已经圆满的结束。那谢谢在座的贵宾。以及呢，好朋友们提出了你们宝贵的意见甲问题，我的行政团队呢一定会真辛苦来做改善甲检讨，辛苦大家今仔日呢离这个报道处呢有一点啊小小的心意，请大家爱会记得甲餐点呢当早早，谢谢。